者肖芳喜台北报道。金曲奖论幕，综艺大哥张飞着陆综艺非常赞钱，赞扬此次金曲找歌手当个主持人，让典礼回归音乐人的圣殿，给新手主持的萧敬腾表现打了200分，还疑惑吴宗宪怎么只打95分，那5分扣到哪里去了。张飞认为萧敬腾虽然是空降主持，但他至少懂台下入围者的心情，水准亦是国际级，还庆幸萧敬腾没有要进军综艺圈，不然会引起一场综艺生态的革命。此外，张飞的艾怡良的走音表现感到相当可惜，认为他比萧敬腾乐器还差，歌手都要守身如玉，我们家有一个歌手就知道，如果要开演唱会，前两个礼拜在家只能靠写字来沟通，拿过去费玉清的例子来勉励现在歌手。张飞则对萧敬腾主持功力赞誉有加，华视提供艾怡良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演唱出现瑕疵，记者不顺祥社。